时吼，迄个硬度、软度吼，哎，真正安尼分了真赞啦嘞。起来唱歌真的是吼，人生一大享受。你敢知影为什么人歌星红吼，会红去到海外去？因为吼，迄个歌声吼，飘去到海外。哦，迄朋友听到伊的歌吼，都爱着伊的人啊。是。嘿，所以讲，阮两个嘛是互你的歌声吸引来。谢谢。我即个甲你尊称你是歌唱中的女神。谢谢。嘿，啊，我若看到女神，爱阁拜一拜。哪两首站在高山上？无多啦，嘿啦，啊，搁多一首，搁多一首，最炫民族风。最炫民族风我会使。哦，会使哩呀，最炫民族风。我较等嘞，上尾还一条嘞。倒数第二。倒数第二哟。哎，吼，爱倒数第二，你是惊那歌伤久哟？对对对，无要紧啦。卖啦。嘿吼，我甲你讲吼，迄美人啊，戏吼爱训练，你知唔？卖啦卖啦，别咧欠安嘞。明仔愈寒呀！啊，你明仔摸面照皮出来唱歌。明仔我请假。你不请假？伊若听到寒流要来，伊就讲伊要请假。体感温度，温度九度哦。哦，安尼吼。所以讲，明仔你若要来看辣妹吼，大家爱穿好较少的，穿好较温暖的安尼，好不好？来，即马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。主持的点的，好啦，好降二，对不对？来，女调降二，哈、哦，老师麻烦姐来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来，音乐要落去了。那夜的雨也没有出雨，山坡的风它披着我孤寂，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，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大堤，还是那里的鲜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在没人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在没有一个美丽，我是给你妈妈声音是加速度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还没唱啊。唱歌我唱不下去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，心上人。
吼，安尼吼，这有两个版本吗？嘿，有两种版本，有两种版本哦。啊，你唱歌唱这久啊，你拢无甲注意到吗？嘿啊，哈，我袂啊注意到，我袂啊甲注意到。我想讲，咱唱起来气怪怪。伊想讲奇怪，咱会唱甲出错。嘿啊。啊，结果吼，看到伊的迄个号码，才知讲原来唔是伊要爱迄条。嘿啊。所以讲，你要较认真的啦。你妈安尼拢无用心，拢无认真。你来到阮永兴宫上拜夜光庙遮来唱歌，这是你的幸福呢，真的啊、这是你的荣幸呢。我知啊，对无？普通时啊，这个哦，受到心灵足疼惜，受到心灵足个疼爱的哦。不管讲是伊的事业上、家庭上，或者是迄个啊做财务上、经。